大众开始。诸位比丘、大德、和尚尼，诸位尼师、大姐，诸位在家菩萨们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开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》，今天就从第十四愿开始看起，就是第三大课，从色众生。它有分三个愿，十四声闻无数愿，十五随愿修短愿，十六不闻恶名愿。我们先说明第十四。声闻无数愿，经文这么说：色我得佛，国从声闻，有能计量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悉成圆觉，于不千劫。悉共计较，知其数者，不取正觉，就到这。讲到声闻人，他是首先成就声闻种性。天文四地的声教而证得小圣世果，所以叫做声闻。在这里边没有说到圆觉，其实是包括在声闻当中，因为圆觉观十二因缘而开悟正果，这十二支体流转幻灭，归纳起来就是苦集灭道十地，所以不另外宣说的。法藏菩萨发愿，他的佛果。二圣圣众广多无量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整个娑婆世界所有四圣六道的众生，每个都成了圆觉，成了辟支佛，每个人都经过不千劫的时间来计算较量，极乐世界的声闻圣众有多少人，再把个人计算较量所得的数字共同合起来，这个数字之多那是无法可说的，但还不完全，没有算到底，还不知道，世上都无数。
那么有人就问他，往生论不是说极乐世界是大圣善根切，恶圣总不生？大圣善根的境界，恶圣总现的？答案，不生到极乐世界。那这里说往生彼国有这么多的恶圣人，这不是互相怪为吗？这个要怎么回答呢？那么就这么回答，三辈往生都要发无上菩提心，既然发菩提心便是菩萨，所以往生论是就此而说的。现在这个愿所说的是就着法藏菩萨成佛摄化众生来讲的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怎么能不度恶圣人往生神成佛呢？再说恶圣的圣者是行三百游旬，而成佛是到了五百游旬。三百游旬是五百游旬的一个段落，这也不能废除的啊。所以法华经这么说，诸圣闻人皆会灭度，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渐渐修学悉当成佛。诸多的圣闻人都不是真正的灭度，你们所修行的就是菩萨道，逐渐逐渐的修学都当来会成佛的。所以会通起来就如同智者大师观经书的解释，他这么说，说习小之人本不得生，修习小圣的人本来不能往生的。如果不是定性的恶圣，由于他的命中发起大圣心，他也可以往生。而他习惯修习小圣法，随随顺他以前的所修习的小圣法，天闻佛法之后，于是证得小圣的果位。然而他们都已经发起无上菩提心，何况往生极乐世界能亲近阿弥陀佛，所以不求自然，应当可以证到大圣的果位。所以这样子，今举出声闻，这是暂时有的情形，就是我们愿闻里头，就是无量寿经所说的声闻，它是暂时而有。往生论所说的恶圣总不生，是毕竟没有，但是指定性的恶圣种，他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所以不会互相怪为他。无量寿天，我们四十八愿说有那么多的声闻，这是暂时有的，其实他们都是
回小向大的菩萨，暂时修小乘法，先成就小乘果位。然而他们都已经发起广大菩提心，所以终究成佛的，所以不会互相怪罪。我们应当了知，诸佛说法有藏通别门四教的不同。声闻藏教当中，佛不说他方诸佛以及净土，那么众生从何得知西方有极乐世界以及阿弥陀佛呢？现在既然能够听闻，而且能够信愿念佛往生彼国，就不是藏教的根基，而是无菩萨的根基了。因为以往一向修习小圣，所以虽然往生，随着他的习惯气氛，首先断了见识后，先证得小圣果位，所以暂时有声闻的名称，实在来说不是声闻，而是菩萨。这个就是这个愿的内涵。接着第十五愿，随愿修短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从天人，寿命无能限量，除其本愿，修短次在，乐不而折，不取正觉。这个就是弥陀经说的，彼佛寿命及其人面无量无边，而生其劫，故名阿弥陀。阿弥陀经说到，彼佛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寿命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面，他们的寿命怎么样呢？都长呢？无量无边，阿僧祇劫，所以称为阿弥陀，就无量寿佛。往生极乐世界的天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，咱往生极乐拢是无量寿，跟阿弥陀佛相同。彼国天人大乘，寿命都是有量的无量，一生成佛，但受出了无有痛苦。这是西方净土第一德，而且能随往生者的本愿。但要佛多长就多长，要多短就多短，自由自在，没有阻碍的，所以叫做除其本愿，修短自在。什么是往生者的本愿呢？那就是这个人在未往生前自己立下的愿心，个别有不同，有的发愿弹指去，就弹指来；有的发愿见佛就来；有的发愿悟无生能以后再回来；有的要成就那些功德神通智慧，然后回来再度众生；有的发愿要成佛以后再分身成刹，
普度众生。那么要问诸位，诸位是什么情况？所以啊，再来的时间是有长有短，而那些天人菩萨在极乐世界的寿命也就有长有短，随他们的本愿，如意自在，就如同净土中第十一处行安大师达尼命中的时候，弟子云集就哭泣膜拜，说了唯愿师长住世度人了。祖师就开悟，眼睛就张开，说了无趣其来啊，生死事大，各自静心念佛可以。说我去了就回来，生死的事最重大，大家个别清净心，好好念佛就可以了。所以像这种往生的话，他在极乐世界的寿命就很短，他又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像我们打佛七最后大回向，回向文里篇，大众这么发愿，共同发愿这么说：一禅罗天，离五浊，屈神必请道莲池，莲花开破不迟春，倾听法音可寥寥。闻已其物无生能，不为安阳入娑婆。一刹那千里无浊，一刹那很短暂的事情，他就离开五浊恶世，屈身必请道莲池，就好像那个壮士屈伸这个手臂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到了极乐世界。莲花开破千尺春，去了莲花开了之后，就见到尺春，就是慈悲的阿弥陀佛世尊。那见了慈尊，就会听闻佛法，所以亲闻法音可寥寥，亲自听闻阿弥陀佛宣流的法音，可以说明明了了。闻已其物无生能，听闻了法音之后，就证悟了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是怎么样呢？对诸法就真的诸法无生不灭的真理，对一切诸法没有见到一点的生灭相，当下都是诸法实相，这个就是证悟无生法忍。不为安阳入娑婆什么意思？他的报体并没有归为极乐世界，难道他能分身入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？像这样子的话，在极乐世界的寿命就有长短的不同。
走观青沙，九品往生。莲花开第十天，见佛闻法第先后。处事啊，有的比较慢，有的比较快，个别不同。证得无生法能第十天，也有快慢的分别。所以彼国天人的寿命是可长可短的，不但随个人的本愿不同，也要看个人的功恨，他的根切无德因缘如何，而能获得修短自在，寿命长短都很自在的。接着第十六，不闻恶名愿，色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乃至文友，不善明哲，不取正觉。这面也就是阿弥陀经所说的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。其佛国土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，尚且没有三恶道的名称，何况有三恶道的实质吗？这里讲到乃至文有不善名者，不善就是恶。如果有恶缘，就有恶相、恶性、恶体，乃至恶体因缘果报等等，这是缘起的实如是。法尔自然如此，这个叫做诸法第十相。所以经中说，此生则彼生，此无则彼无，就好比十二因缘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为名色，乃至生缘老死，忧悲苦恼。无名灭了，行就灭了，此无则彼无，此有则彼有，此生无名生起来，行就生起，所以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一直下去，此生则彼生，此无则彼无，没有无名也就没有行，没有行也就没有事，乃至没有生就没有老死忧悲苦恼。这个叫做此生则彼生，此无则彼无，这是缘起诸法的定律。法藏菩萨的愿心是要他的佛国当中所有的天人都是善人，连恶的名字都听不到，当然更没有恶人恶法跟恶的因缘果报了。所以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到极乐世界去要找会朋友找不到，都是良师益友，极乐世界拢是良师益友，没找歹朋友找不到。所以就一直修，修到成佛。他的环境太殊胜了，没有恶的名称，没有恶人，没有恶法，没有恶的因缘果报。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是纯善的净土。我们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恶是难以穷尽的，善法不容易圆满的，
所以怎么可以不好念佛求生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好，接着第十七愿，就是第四颗从色法生。从色法生，前面的第二大颗为色法生，所以旁边写共三。前面的为色法生有两个愿，十二、十三就有两颗。这里的第四颗从色法生，就是第十七愿，合起来为色法生，一共有三愿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从色法生是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愿，色我得佛，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贴称我名者，勿取正觉。华藏菩萨所发的四十八愿，是发起圣意的菩提心，不是普通世俗的菩提心哦，它是圣意的菩提心，有通向别相两个部分，从第一愿一直到十六愿，包括了别次去除自他两力，是空有无碍，这是无上菩提心的通相。所谓通相，是通于诸佛的。那么后面的三十二愿，就除了前面的十六愿，后边还有三十二愿，是属于别相。有别于诸佛因地所发的缘故，叫做别相。从第十七愿一直到二十愿，是别相的总纲。别相的总纲，也就是文明称念往生获得利益，华藏菩萨首先发愿要诸佛称叹他成佛的阿弥陀佛名号，使令十方无量众生能够听闻到他的名号。假如十方无量世界诸佛不普遍来知切，知切就是佛的这种八音的赞叹，佛的八音就是好比什么呢？他有这个不女音，有不物音，有尊慧音等等，一共八音。八音的赞叹，所以假如十方无量世界诸佛不普遍来知切，就是赞叹，赞叹他成佛的名号，那他就决定不成佛。为什么要诸佛来赞叹他的佛名呢？这不是好戴高帽子，不是，
而是要指念众生，先能听闻到他的佛名，然后知道他的净土，以及本愿功德等等，才会来持名念佛来，然后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了脱生死，一生成佛。如果没有诸佛的真名赞叹，十方是无量世界的众生，如何能够了知有极乐世界啊？有一尊阿弥陀佛啊，当然也就不会持名念佛、发愿往生了。就拿我们今日能够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也就是因为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演说了本经《无量寿经》，还有演说了《阿弥陀经》，演说了《观经》，来称名赞叹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像《弥陀经》后边就有六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称扬赞叹这部经，都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劝他国家的众生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阿弥陀经的原名就是这样子，十六个字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十六个字，这是阿弥陀经的原名哦。称赞不可心思可议的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一部经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等于是第十七愿的广说，广泛的宣说，而第十七愿是略说。所以古人说，弥陀意无穷，海默不能写。